那位是住家，你们猜猜看住家在哪里？后面你们看到了，我在台北住家。我为什么来这里？因为是今天有台湾最大的活动，这个八年我还没参加过的活动——台中大家猫族绕境。今天第一天我会参加，因为是这个八年我真的很想要去，可是没有时间。今年兔家会去参加，因为是很多人说很漂亮、很大的一个活动，还有这个是台湾的宗教，我想要学台湾的宗教有什么东西。今天我们快去体验，你们来。大家，等一下我们退走了，我们跟很多大师一起走了，因为是比较外国人一起进去那边的活动，我第一次会体验。有你们看我的口罩很可爱，马子的口罩。等一下我们走了，开始走了。所以你是土耳其代表吗？放心。你们看，有很多活动的时间，穿的一个龙。还有我们现在还没进去，可是已经有很多人。我站在你面头前，我对十个妈祖大爱承诺，我到底要讲啥？五部代表。Mr. Shu Hanshi, Deputy Finance Chair, 真的超多人，有超多人，我觉得很特别、很夸张的一个活动，所以我超喜欢了。还有这边的人都是很热心，刚刚一个阿姨给我这个，我不知道这个什么，可是我在这里。哎呦妈！我常常电影里面看到的活动，就是你们看在这里有。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！有请。那不是免费，这个活动最好的部分是靠近的时候，很多人给你们免费的东西，你们不想太多，你想我喝水。当然是我们来，大家我们需要一边看马子，一边玩游戏，一边是还有半个小时，真的需要半个小时做什么？我玩游戏。
们现在可以让他一下吗？我们要上枪。我们准备接球。要来恭迎咱大家闽南中天上圣庙对妈祖婆的神路，今仔日做甲到妈祖婆啊，你来保庇咱在座所有先生大姐。谢谢我们延庆庙董事长。我不会绕境，因为是九天，可是这个是我觉得我感觉是很想穆斯林的去买家的拜拜，穆斯林也去买家，有很多人参加拜拜，台湾也有妈祖的，我今天比较更了解这个文化，更了解这个宗教，还有很多表演，很多灯，很多音乐，我超喜欢了，很多人参加了，还有很多人很热情，他们跟我打招呼，我真的很开心，今年我一定会参加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你们可以订阅粉丝团吗？还有你们可以分享这个影片吗？拜托分享，我很喜欢你们，我很喜欢台湾，老台湾。我刚刚拜拜，我说了快台湾下雨，因为是现在台湾需要下雨，对不对？